小朋友，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桌上面放着一个文件夹。夹。夹。G E R。G E R 夹。G E R。G E R 夹。夹的笔画是横。点撇横撇捺，夹是独体字，夹夹。小朋友，你会用夹组词吗？夹子、夹板、夹层、夹杂。你会用夹造句吗？他头上别着一个蝴蝶夹。小朋友，在这幅图片里你看见了什么？一只手拿着一张卡片。拿。拿。呢啊。呢啊拿。呢啊呢啊拿。拿的笔画是撇捺横竖横折横撇横横竖钩。拿是上下结构的字。拿。拿。小朋友，你会用拿组词吗？拿来。拿起。拿书。拿笔。你会用拿造句吗？他手里拿着一本书。在这幅图片里，你又看见了什么？一个小男孩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。吃。吃。吃的拼音是吃。吃。吃的笔画是竖横折横撇横横折弯钩。吃是左右结构的字。吃。吃。小朋友，你会用吃组词吗？好吃。吃苦。吃力。吃惊。你会用吃造句吗？他有经常吃零食的坏习惯。在这一幅图画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位女孩正站着。站。站。知案。知案站。知案。之按站。站的笔画是点横点撇提竖横竖横折横。站是左右结构。站。站。小朋友，你能用站组词吗？站立、站队、站岗、车站。你能用站造句吗？这是一个汽车站。